我说我从未恨过你，信吗？那如果重来的话，你还会想认识我吗？ 明镜台的苏幕遮也开始在卖琉璃，还请徐长史为我们主持公道。小小明镜台，自然不在话下。<笑>他们明镜台卖毒琉璃，你现在还真能沉得住气啊？该来的人还没来呢。有人报官，有人命案，明镜台疑似出售毒琉璃，现着令其封店。徐长史，这就算是公堂之上。 也要容我辩驳几句吧。事到如今了，苏掌柜，还有什么好辩驳的呢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哦。